当我一出手，大堂就知道自己没有工作了。哎呦我去，这攻击速度太他妈快了，直接无情三连，比横扫快。我说用错技能了，起，就起一个，好，贼王死没死？哎，打图大堂将面临集体失业，这是新门派九黎城的打图测试现场。随着新资料片而来的新门派九黎城，他以奇特的技能和连招迅速占据热榜。郑师傅第一个无级别九黎城也来到老王直播间首次展示，而就是这次打图却刷新玩家对此门派的看法。可以看到打图不仅攻击速度快，而且多次攻击后没有消耗，不像大堂横扫完掉血。废话少说，我们欣赏下当今69第一九黎城，更重要的是此号升级到69，并且点满公休，不足24个小时。兄弟们，一天的时间公休点满了。Oh no！ 并且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更是凑齐全身极品装备，步伐有多件无级别，腰带是愤怒加夜罗刹，鞋子是破血狂攻，项链是水清神农加夜罗刹，斧头困为70级减1高伤，斧头前是耐力双加无级别，帽子是100级打了12段宝石的无级别，戒指和耳饰都是双伤一物爆，后排则是三属性。此号当前面板伤害为1971，携带一只4技能全红的宝宝，讲道理用一天时间完成这个状态属实很不错。老王也急忙去调，谁料却歪打正着，给号主拿了一个成就，而话不说立马赔钱。